对，或者是我自己闻别人身上的味道的时候，我会很忙的在记录这个东西。这我回去再想。不用这一。我觉得真的就非常适合那种不要讲话的香味，火锅、野玫瑰之类的吧。对，就是不会是很浓烈的味道，就是它一样是有一种完整的生命，然后带一点特殊的那种。个人没有，没办法。诱惑的香味。刚刚有讲到说自己。他有在擦香水，我有问。会吧？没有哎、欸。对啊，没有帮他。他的味道好喜欢。他跟香水的味道好像也还蛮清爽，蛮好闻。他刚手都在抖。这语文这一关。哦，其实我昨天刚去定妆一个代言，然后那个代言让我非常非常期待，因为他即将要让我变成仙女，然后我今天还要仙。对，比今天还要再仙，就是仙女妆的仙。所以我非常的期待，而且我超想要跟大家分享。我昨天在我的脸书跟大家讲说，我好想讲，好想讲，可是还不是。对，然后后面还有另外的几个代言人都是最近在戏剧。其实在11月中之后就开始陆续要做动作，所以其实后面的时间应该会还蛮忙。看到好像已经在做宣传了，那我过几天也要去帮他们录音唱，所以应该还要下次。当然想啊，拜托找我。最近可能还蛮有趣的是，就是跟陈立修一直都有在保持联络，然后就是他也有跟我讲说，就是写曲给我，让我填词啊，或者是说，他自己以前生日会就有说过他欠我两首歌，所以他还是会再交歌给我的。应该算是吧，因为其实我刚出道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我会当歌手，想不到我变了演员。对啊。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唱歌，你们一定没有办法想象我小时候的喜欢唱歌到什么程度。我是拿两台录音机，然后一个空白录音带，然后就是播这边的歌是卡拉，然后我用这边录音带在录自己唱歌。然后我每天都在自己唱歌，然后听自己唱的怎么样。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迷恋。然后那时候那个空白录音带啊，它就是我的专辑嘛，我就会拿去送人，说你看是我的专辑。因为只是在家里在鬼吼鬼叫这样。但是我觉得唱歌是要练习的，而且越唱会越近。所以后来你在慢慢长大，一直在练习唱歌的时候，是真的有进步。那最近的话，因为都在排戏，没有认真的练唱歌，所以我觉得好像稍稍的有点退步。那公司表达就是最近是其实他们也都还蛮有兴趣对于这一块，希望可以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急啦，就是我希望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好，再来换下一件事情。已经没有讲机制，不要每件事情都只是半桶水。不想你超爱唱歌，后面自己下去努力唱。不会，不会，我可以啊，男生女生也没什么好说。对他好像也真的蛮爱唱歌，是基本的啊。他真的蛮厉害的，我上次有看到他的那个表演，就是在。那时候办的那个红白对抗，我觉得他真的